看见吗？我看看哈，高了。然后这边这把刀它是朝上的，嗯，朝上放。然后这边这把刀它是朝下放，它俩要错开一个位置。嗯，这把刀要靠这边一点。它是有个刀头间距在这儿。就是让它露出来多少有规定吗？没有，露出来越短越稳定。我一般都是让它留一指，差不多。留一指。差不多。嗯。因为你伸出来长了，它容易颤。嗯。现在是锁死的。嗯。拧不到。再试吧，这个东西。为啥让它往这儿发一点？对，好好好，对，就这样。就是双轴的也都一样呗，就是这样把它刀安上就行了。双轴的话，这两把刀位置必须安的一模一样才行。就是它俩必须一模一样。要不它车出来不一个粗一个细吗？对吧？一般都是在顶针这个地方找一个基准点。嗯。好，可以了。就是要把这个后面松开。嗯，往后走留个余量出来，定一个长的，嗯，然后把这边锁死。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开始。上完木料以后，把这个拉杆一推，嗯，把这个压下去。嗯。能暂停。嗯。我给你切成英文了。转完以后，然后按轴起，然后转一下。然后轴停，嗯，看一下这个间距是多少。嗯，我说一会儿我量一下，就量一下这个间距就可以。这9毫米就在头杆，用护栏去做。
按毫米计算了，毫米啊，95.5。对角线就行。不用挨着就可以了，等于你对的大它就粗看出来，对的小它就看出来就细，然后就是还是这块清零，是从这边清零，就给它一个零点，然后运行加9选择加工文件。